今天要来宠物店领养小狗，不晓得今天会有什么小狗呢？我们去看一看吧。我是这里，来按个电铃哦。哦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跟我回家，小白走，小白。来牵你走，小白走慢一点，他脚很短，跟不上。小白，那个人有不良示范，别吓他。小白，他跑了，追他。两个小姐姐在那边做了不良的示范，小白去咬他。不要害怕，他只是一个大妈，人家都吓跑了。好了，小白坐下。乖狗狗，小白，小白乖乖。小白很害怕，别走，别走。小白，小白这边，小白，这里。哎，怎么了？哇！不小心按到了，也是我的错哦。这边啊，小白，你去哪里？绳子太长了。哦，小白的新招式哦，来坐下。好，跟着我走。Good shit！ 哇，小白好厉害！这什么姿势啊？小白怎么了？小白起来！好了好了，帮你解开绳子。来，跟着我走。好，小白乖乖。好了好了。Wait up, man！ 小白小白，我带你回家，妈咪一定很喜欢你。Oh, good shot！ 哦，你要喂小熊哦，喏。走走，走，帮你牵起来。走走，带回家了。